还不错。我觉哎，得听好说开你心昨啊！天跟唐妞吃东西啊？对呀、啊，是什么？是新加坡的美食。在台虽湾然怎么会吃到新加坡的美食？吃得到，因为 Miracle Coffee 里面有 打广告吗？哦，没所有啊，以你你那问里，我，我回答你啊。可等下，可是你去哪里弄来？我很好奇。因为我们的店真的有卖一些新加坡的一些小点心，就像怪那个怪。Kaya Toast，Kaya Toast，Kaya Butter Sugar 都有，然后 Milo Dinosaur 也有。哇，你很厉害哦！你会做生意哦，没有，不错这不嘞。是因为做生意，这是真的是因为我喜欢吃跟所以喝酒。自己开啦，自己就可对以。啊，因为对啊，就觉得在。没有在新加坡的时候会想念新加坡的吃真的，的。所以就想要说也可以吃到，很像家里的那种味道。所以你最想吃的是什么？现在，也不是现在，最近，最近，最最近近，吗？辣椒螃蟹。哇，这个有点难因为我觉得辣椒螃蟹最难 replicate，最难，对啊，很难你做会到，煮就。东西吗？我会煎牛排，我是新加坡料理嘞。新加坡料理，我会那个 toast bread，Toast bread, 我 toast 会 bread。煎蛋，你也我是会很打会包食物。half boil egg，我会，OK 啦。可以吗？